放下都贵走，今仔日对阿妈来讲是互伊伤心艰苦的日子，希望我提早请假转去，会当互伊有淡薄笑容。 我要搞啊！今后电话就把收了哦，赶紧再来啊！大概爱Box讲清楚伊经营网站的内容，伊总是避重就轻。嗯，万一我搞我的新会交易，应该没有问题。 来个 B 方案好了，先把我的宝贝到你安全的所在，再快速办事。照这个公车 APP 的时间来看，后一班公车过来等23分钟，等一下状况若顺利，我就找借口回来摕我的宝贝，还佫会回。 这什么囡仔，敢有发现我偷阿姨的行李袋啊？这位先生，啊，你伫安尼甲我看，是有啥物代志哦？哦，无啦，我本来想要问你，公车还阁偌久才会来啦？结果我有看公车 A P P 顶员讲上无满23分钟，所以我就无问你啊。啊，对啦，公车拄啊才开到尔。 啊，后一班嘛，差不多爱13分才会来。 我刚才伫倒位看过这个查某囡仔。 这Brian不是讲马上就到啊吗？是久哦。 Box， 这不是网络传闻不轻易接单的 Brian 吗？今日本人竟然出现，真正足华 Box 民主的。Box， 你过奖了。我都讲了，我下个城市正在情形验证和您看，安尼咱双方再开放心。 对吧？袂歹，你做代志足有条理的，足合我口味的。加上阁有效率，以后咱会使常常合作。啊，你写好的程式呢？等下，你敢袂当互我看者？你今日网站的内容甲好用？你阁真认真呢？我之前无介绍过我的网站，但是这无重要。你交货。 我付钱，安尼毋是足简单的吗？袂用的。你网站到底是做啥？
我袂当让我写的程式变作是犯罪工具。危机哦，就是袂当谈。这是我的案件，请你尊重。好，我顺你的意。歹势啊，歹运！我同事搁较不拢讲啊，竟然无先检查笔电就退出来。你看，嘛唔知是网络不顺，连线到我的网站就断断续续。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看详细啊。啊，若无电脑好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拄只敢若看到博弈游戏机的画面呢。Box， 你的网站应该唔是经营赌博为主吧？袂歹哦，你眼力足好个呢。上过一个画面，你马上就看到啊。无咱先找一个所在，我讲予你了解。啥款？唔免啦，我看卖浪费大家时间，哈。你是咧创啥啦？我对毋是讲过啊，我现在程式袂当变作犯罪工具。这个交易取消，算我做袂到。你帮我找哦，阿若无我不跟你查。你真正是偷赔尔呢？好佳哉，我已经先准备 B 方案了。这搞死囡啊你！这是啊？这查某囡仔的衫呢？敢甲恁爸创？行。低头拍个刀，阿彪，我的手帕嘞，手帕，这不是我的行李袋啊，啊，像这内底拢是这电脑物件，我的行李袋嘞，哎，拍子，这是我的行李袋，这里有我啊。我今晚已经没换，没电没电，我今晚跟你跟水啦，听话啦。买啊！金妹，你别走，咱唔惊留落来。这不是我的衫，上次我的衫是你的出头，我被你提回来。不运气，你是派人啊，惊啊！就跟你讲，伊是派人，你听无？我拜托嘞，你看起较亲像派人好无？你搞放开啊！我是咧救我的行李袋，不是救你的手啊！你若是无爱听我的话，想要自投罗网啊，随在你啊！哎，你奇怪嘞，你想到我要听你的啊？我若是无把你的行李袋提去讲话，那呢，我是要安怎把我的行李袋提倒转来啦？这废话真多嘞！完了！这是讲要来这附近骑踏踏车踅踅看风景，应该就是这。只是现在没在我的身躯边，我自己一个人去骑踏踏车也无意义。我把风景拍下来传给伊看，无得靠伊就知影我的心意啊。你走开吧！你今天来唔叫到我来？我走袂去。你是金毛怪人呢？哦，我有了梦到，你在做什么未记过的代志？哎呦！你是不是拄到什么 trouble 啊？你这是我的 trouble， 是吗？站起来！动来，摇起出招！哎哎，慢走！哎哎，跟路！哎哎哎，跟我前走，你跟我前走！什么状况？你那出哪样子？就是讲，你先搞我行李袋还我好不好？你真正足鲁的呢！哎哎哎，起来！起来！喂！我要保护我的城市，别让搞坏机会，给我派人啊！你们走啊！
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你这臭下，你叫我放开啊！卖走！放开啊！哎呀！啊！姨妈，听我讲，道走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你留下来，把代志讲清楚。你若是真正有理，不管讲啥，我自然就听你。是啊，哎，你紧落来啊，把话讲好清楚。你先把代志讲清楚啊！好，熊猫，你讲的啊，我就信你一届。这个人啊，骗我讲，伊是经营正派网站，所以我写程式给伊斗三工。结果呢，我爱伊提出正派经营的证据时阵，伊却提不出来。那我做是恁，恁敢会甲新会讲有这种人啊？啊，我唔是讲网路不顺吗？无咱先找一个所在来代志讲下清楚。你之前已经是我的定金啊，啊，敢唔免啦？你的程式交我吗？好啊，阿伯，定金行李啊，快递、机票还袂寄你去银行啦。至于讲怎么做袂讲，安尼用个袂？原来这个万块的机票是定金吗？前两天啊，我到你网咖替你下程式。有你个个阿萨利耶，你个来你的程式交我，我个来剩的十万块给你，安尼咪足简单的吗？无可能，因为你的网站不是合法的。我若答应，我就变成共犯啦。OK， 金某已经把代志拢讲得足清楚，卖个别个啊。无安尼啦，咱即马去警察局，大家讲。啊，拄好，阮阿公有实在警察局长，我接通电话哦，第一当超好势啊。人拢安尼讲啊，你搁讲别，就是你唔对啊。这好你啦，阿姆哥，我的行李行哇。算我衰啦，这条我嘛不爱和你谈。遗憾。哎，金毛，歹势啊！拄则是我无甲状况无清楚，啊，毋过最后我嘛有帮忙。干嘛呢？我感觉你是帮倒忙，我操多你的家事话叫。就是讲咩？哎，我上讨厌迄种哦，靠爸、靠妈、靠阿公的人。金毛怪他。再见。哦，诺诺，再也不见。哼。哎，等等。我的衬衫，你准备提回去做纪念哦。哦，哟，你水面呐，想要穿你的臭毛毛衫？哼！我的弟弟都为快乖这个查埔囡仔，你念啥？你是好奇宝宝啊？关你屁事！阿姑啊，你会记拄则讲的话，都走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你别伫外口度溜达啦，跟爹爹出来，再见。